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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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嗨，大家好！等一下，我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种我的小植物。这是多肉植物，对不对？等一下老师要上课了，我们要听老师讲的好不好？好。OK 哈，好，你要乖乖哦。好。嗯。是头。没有。老师刚刚有说，可以吗？好，上面没有写，写了你也看不懂。下一个动作，来，这边有两种操作哈。来，第一种先跟大家讲一下哦。如果你的这个植物，因为有些人呢，他喜欢，把这些然后这样就好了。用九分满哦。九分满的。这个阶段呢，我们的大朋友可以协助小朋友哦。好，他在放土的时候呢。都是我在弄的、欸，你来吧，你来吧。好，边边旋转白盆，好边加，好手指头把它压紧哦，好它才不会倒啊。哦，哦很紧很紧很紧，很紧。有做事的手是怎么样子？还有给看大家看一下，有做事的手是怎样？会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就是没做事啊。可以哦，对。看不到下面的土喽，把整个铺面把它铺起来，好，这样子整个都看不到了哈。好，一样可以旋转你的白盆，好，慢慢的加进去哦。然后轻轻的用手压一下，容量不够啊，好，给它压紧一点点。铺满它，用多一点，用倒的，用倒的，用倒的，这样倒。不要用倒的。哦。加到没土啊？对，加到看不到土。好，慢慢的用，没关系。啊，我们的多肉植物就这样种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老师有讲说要怎么照顾它吗？我知道，那个就是那个要给它很多水，还有的那个阳光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它不能加太多的水，它是多肉植物。哦，我知道，它要那个一点点水，比较少份的水，然后还有阳光要照一点点。好啊，那我告诉你，这就交给你照顾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好，交给你照顾哦，不能让它死掉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乖乖哟，多肉植物。好，拜拜。